你有两只手机，厉害。对啊，一个礼拜不是有7天吗？我个人就待6天在花莲。你工作室也那么闲吗？为什么可以一直？硬抢的啊，那叫硬抢班呐、啊。不是乔班哦。人家把他硬抢的这样啊，把他乔完乔出来，很恐怖嘞。那叫红班吗？对啊。因为很像那个国道那个红斑嘛，可是有些车北部又没有，北部当中是新车啊。对啊，啊，那像这种车我们都要来，你知道花很多钱，你知道吗？可是900，可是900是7:58。九百七，然后只有北部花。我那天去花莲，还来试运。啊，有啦，彰化有了，彰化周日那个区间快，从新竹开到。花莲好像也有啊。没有，那四运转，那四运转。我说正班的话，彰化有了，有一个列次了。最近好像只到苗栗哦。对啊，啊，至少有待，你有跑过了吗？舒服吗？新竹有九百，是蛮好坐的。九百。可是我觉得车长是800的还是比较好。哦。它座位好小，就是坐。拜拜。啊，我的意思说，有列车长说900的那个门很好开。机械式，就是上面的门很慢，就是开个关都超慢。啊，但是它机械式啊。机械式就是7、800那种，7种车不一样。哦，这个车真的，这车还是蛮漂亮的，就是内装也爱死，爱死你。可是就卖，正常啊，真的累。对，啊，加油的。十几，哪个呢？我是公安一列车长110年，耶！我的红斑马自强号，110年8月29号，彰化站彰化站，7:59同牌车是167次哦。彰化发车将三线看桥九的红斑马自强号，ENU 1000，ENU 1200型，转向编组。我们斑马自强号终于来彰化站试运，好，刚刚。啊 ，ENC 1203 ，ENC 1204。如果喜欢那个马掌门的，多点我们那句话，那拜拜。耶、yeah, ，我爱的红斑马，酒红色红斑马，在彰化站停好。这算是我跟他的毕业之旅，我个人的。因为未来我还不知道会不会再来，或者有没有机会搭乘他，我靠。对吧？所以我要把握，好，感恩，再见，拜拜。